将丽儿娶回家，从此以后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点一盏灯，一半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能在法云地的菩萨究竟正得的神通自在，与佛有差别没差别呢？还是差别很大很大的。这只在法云地菩萨显的所以华严经的深处啊，就深到这个地方。等再学到时定时通时隐，十地菩萨听佛说的普贤菩萨名字，想在这个法会见普贤菩萨，就在佛座底下。佛说普贤菩萨就在此中，十地菩萨见不到普贤菩萨，周围巡视见不到普贤菩萨，那就更神了啊！说到神了，很神，神就是不可思议。咱们说的十地菩萨神通自在，这个神通究竟自在到什么程度，跟佛还距离很远呢。佛神通自在还距离很远呢。那么他总说这个这清凉国师啊，解释这个十地菩萨的神通，说的神通自在有五大五种，因此观察三世，观察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总说了，过去还有过去，过去还有过去，无穷无尽的了。观察三世，能入世观察者就智慧第一，智慧大就智大。三昧境界，三昧境界呢就是三昧大和正定三的，有时候叫三昧叫总词，说它总含的义理啊非常之多。三昧又叫定他说也标榜他名词在三各个三昧啊说含义不同，要是含义同了叫一个三昧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标前头两个字三昧是通，别者就不同，各说各的还有个第三种智慧境界就行了。智慧境界跟观察三世那个自大有所同有所不同是同，它同中还有别，这个叫陀罗尼大，陀罗尼大自大三昧大陀罗尼大也三大了，还有游戏大，游戏大，游戏是什么？专指解脱说的游戏。如果大家看过《济公传》吗？那只是二乘人，罗汉也是菩萨了，他那叫解脱。看他吃狗肉啊，喝烧酒啊，
他不是吃狗肉猴烧椒，他游蟹，游蟹什么呢？蟹土，无法无着，蟹土自在。咱们要吃狗肉，犯戒了。咱们这个犯戒的思想，有法有着，不自在，不敢吃，不也不能吃。所以不能把大菩萨游戏三昧拿来做我们持戒的犯戒的借口，这是不行的了，绝不可以的。所以这叫解脱大，解脱大叫游戏三昧，游戏三昧和变化大。菩萨他可以随便实现，他能实现到国王，能实现头口子，能实现清净的比丘在山里修道，能实现一个在寺庙里捣蛋，就像寂颠禅师一样在寺庙捣蛋，他不是捣蛋，他有所为而为的。那我们要看，我看他是捣蛋，其实他不是，他是有所为而为。有所为是他行菩萨道，要教化度一些人，不是随便玩耍的，那不是凡夫。说这个大菩萨有罪五种，但这都是实地菩萨了。是变化。解脱月菩萨言：“佛子，要菩萨神通警戒入世，佛的神力岂复云何呀？说十地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力量，那佛的神通力又该如何呀？”他对十地菩萨跟佛之间有怀疑，说佛是不是胜过十地菩萨还很多呀？那当然了，当然佛胜过十地菩萨了，这是知道的。但是他说，那佛的神力又如何呀？说十地菩萨都能这样子，佛应该胜过十地菩萨。云何的意思含在这里头。这个金刚藏菩萨就用语言答了，没有用三昧了，因为这是语言可以解释的。金刚藏言：“佛子，譬如有人与四天下取一块土，一个人就在我们大地拿一块土吧，我们这就是四天下之一了。南瞻部洲嘛。”四天下四大部洲嘛，取这么一块土，而作誓言，拿这四天下一块土作言，说无边世界大地土多呀，为此土多呀。金刚藏菩萨给他举这么一个例子，说一个人拿在四天下四大部洲一块土，完了问，说无边的世界大地的土多呀，还是我拿这个土多？我观汝问，以复入世啊！金刚藏菩萨对解脱月说：“你所的问号，就像拿一块四天下土地问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地，无边世界土地多呀，还是我拿这块土地多？”你这个问题很明了了，那谁都懂得了。说如来的智慧啊，无边无等。怎么能用十地菩萨来比呀？然后而与菩萨比量，说佛的智慧不能够，佛的境界不能够拿菩萨来比。
那就是形容着佛的智慧、佛的神通、佛的境界，那还多得多呢。嗯，佛是佛死，金刚丈夫是有对邪推也不能说。如四天下取少许土，愚者还无量啊。说四天下，你只取这么一点点土，那其他的四天下多多得很。此法云菩，此法云地的神通智慧，与无量劫中，单说少分，并没有把法云地的神通智慧说完呢。这是无量劫中说那么一少分呢、啊，这个法云地都不能跟如来比呀、啊，怎么能跟如来比呢？况如来地，就拿法云的地的菩萨本身说，他的神通智慧，只是给他说的一少分。要把他所有神通都说完，那还早呢。就拿法云地菩萨，就是法云地的本身，现在我们所说的，并没有把法云地菩萨他所神通妙用说完，连他自身都不能相比，况如来地呀、啊？怎能拿法云地菩萨的神通跟如来相比、啊？佛子啊，我今唯汝引示为证，这说是理上了，有什么证明吗？金刚丈夫说，我再引事情给你证明，你才知道如来境界是什么样子，令汝得知如来境界。佛子，假使十方一一方各有无边世界，微尘数诸佛果道，一一果道得入世地的菩萨充满。无边世界的诸佛果道有好多果道，微尘数佛果道，买一个一个的果道，果度里头都是十地菩萨充满，多入好多呢。甘蔗、竹苇、倒麻、丛林，丛林是森林啊，不是庙啊，丛林就是大森林，无量寿。甘蔗种的，甘蔗糖了，出糖的了，竹子、竹苇、苇子，种稻子，冬的麻、丛林。比诸菩萨与百千亿诺耶陀劫修菩萨行，这么多菩萨修菩萨行，说生的智慧都是十地菩萨啊。比如来智慧境界，那这些菩萨的智慧跟如来相比，百分不及一，乃至优不脱分，已不止，没有数字的分子也分一份也得不到的。优不脱尼萨陀是无数字的数字了。这是显什么？说佛的德呀无量啊，佛的德无量，说不能用菩萨来比，就这么句话。这就显示啊，十地菩萨不能跟佛去比。说这个比喻断呢，断解脱月菩萨跟大众菩萨的疑惑，说十地菩萨虽有这么多的智慧德相，但是
不能跟佛来比，不要产生这种疑惑，就这个含义。说十地菩萨再多把他们合起来的智慧也不能跟佛来比。佛子，此菩萨诸入世智慧不异如来身与意业，不舍菩萨住三昧力，与无数劫成是供养一切诸佛。一劫中一切种供养之具而供养，一切诸佛神力所加，智慧光明转更增盛，于法界中所有的问难善为解释，百千亿劫无能曲折。赞叹十地菩萨，说这个十地菩萨他住的十地位了，所得的智慧德相是什么样子呢？是跟如来的身与业啊不异，看来是没什么差别的。菩萨住三昧力，他因为住着这个三昧，这三昧说十地菩萨所得到的三昧啊，所产生的力度，产生的力量，你懂，与无数劫又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成是供养诸佛。这个供佛不是哪一尊，十方无量诸佛，一劫中每一劫中一切供养具而为供养，得到了一切诸佛神力所加，诸佛以加持这十地菩萨，这是无量诸佛的神力所加，说智慧光明转更增盛，说十地菩萨得到十方诸佛的智慧的加持，他的光明啊智慧更大了，于法界中所有的问难善为解释，百千亿劫无能曲折，没有一个能够把十地菩萨问住的，说到了这个地的菩萨的光明更增盛，登了十地菩萨他能在十方无量数的佛所，前头这几句话就那个含义，供养诸佛，在这个其中得到诸佛神力加持，十地菩萨那光明智慧更增盛。之后这个文里头没有说初登菩萨地登了十地，跟后头除菩萨地除这十地进入佛国说，这个中间经过很长时间，在这个时间十地菩萨他成是无量诸佛，得到诸佛的加持，他的智慧更增盛，说在十地位中他修行更增进，说十地菩萨初入位的菩萨，住十地位的菩萨跟满十地位的菩萨这个中间不同的了，每一地都入世，出将入此地，这样的完了住在这个地中经过一段时间还得修行啊，才能进入后地啊，等到后地将入佛国，那个跟初期不同了。所以金刚藏菩萨解释含着这么个含义，佛子，譬如金丝，打个比方说吧，做金子的匠人，做金子的师傅，做延伸工具的师傅，以妙真金做延伸具具，
我打个项链啊，或者打个什么这个工具啊，装饰品吧。嗯，大宝摸你宝殿扯其间。嗯，这个中间金子啊，要镶宝物的了，镶个宝物，你的宝物。镶这宝物呢，是自在天王福带的，自在天王福带的。那大自在天王所福带这个金具啊，其余天人庄严没法比，比不上这个大自在天王的这身的菩萨。那么此地的菩萨以福入世啊，十地菩萨也是这样的。最初从初地乃至到九地，每一地的地的不同，所一切菩萨所有的智性皆不能及，你赶不上此地菩萨智慧光明。说初地到九地一切菩萨所有的修行所有的智慧都没有十地菩萨的强，光明智慧大，而智慧光明乃至于入一切自字，根本字厚德字，就是咱们现在讲的是根本字方便，方便善巧。嗯，愚字和光明无能入世。嗯，是吧，愚就其他诸地菩萨先感到十地最后身，十地最后身的光明没有能入世圣的。嗯，前头说十地菩萨的光明智慧无法跟佛比，完了金刚藏菩萨又来解释十地菩萨所有的修行所有得到，经过无量劫经过诸佛的加持还得供养三宝供养一切佛，那就不同了，不是将登十地佛，就答佛谢陀月菩萨问说你是说登个十地来跟佛比，那感到十地的后身将成佛了，嗯，跟佛已无二无别了，圆满十地菩萨圆满将成佛了。嗯，像咱们现在说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等着成佛，那他的智慧跟佛能相差很远吗？不会了，就这个含义。佛子譬如摩西首罗天王的光明，摩西首罗天王的天王他就能令众生身心清凉，其他的光明都赶不上摩西首罗天的天王。嗯，那此地菩萨智慧呢，就是十地菩萨光明以福入世啊，能令一众生皆得清凉，乃至于成佛，乃至于住一切自字，一切声闻辟支佛乃至第九地的智慧光明悉不能及。要说十地菩萨功德，嗯，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已能难住入世智慧，已能难住入世智慧，难住入世智慧，入世是指着下头说的，入世是什么智慧呢？诸佛世尊福更说三四字，就是说十地菩萨难住诸佛所说的三四字。一个世界差别字，一个骗一切世界字，一切照一切世界字，三四字。世界的差别，法界的差别智慧，一切世界的智慧，照一切世界的智慧，一个差别，一个骗，一个照，一个慈念一切众生智慧，举要言之
乃至说一些字字，那说到佛的智慧吧。嗯，这说十地菩萨，持菩萨摩诃萨呀，难住入世智慧。难住什么智慧呢？就是诸佛所说的三四字，嗯，一个是法界差别字，骗一些世界字，以造一些世界字。法别的差别字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了，嗯，骗一些世界字是周遍含容的意思，造一些字，就是跟咱们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啊，那个照啊。哎，那个照，那什么是菩萨满照，菩萨满了，菩萨未满照，所得的智慧照了一些众生，慈念一些众生，嗯，乃至吧成就一些自字了，是大圣，大圣说的神通圣。说十地菩萨神通圣，嗯，持菩萨十波罗蜜宗，智波罗蜜最为正圣，嗯，持波罗蜜、须波罗蜜非不修行，佛子。是名廖说菩萨摩诃萨第十法云地，嗯，说是第十法云地专门是修十波罗蜜智慧。咱们从第一地说起，第一地啊，布施、持戒、禅定、忍辱、精进，就这么一地一直讲到第十法云地。第十法呢，专以智慧为主，十度嘛，慧方愿力字的字，对，这个智啊，不是波罗蜜前头那个智，那又开阔的第十智，嗯，假使要广说，要把这个再开阔说，说不能尽呢，一个和声期间。无央数的时间也说不能尽，佛子菩萨住此地多作摩西首罗天天王，要叫于法自在能受众生，这个受是受给的受啊，摄受的受，传授的受，嗯，那么受作加个提手，就是于法自在，把这个法能够授给众生，这叫自在。什么法？心法呀，人不讲传灯吗？对。就是这就是传灯，嗯，能够给声闻独觉一切菩萨三乘法，啊，乃至一些凡夫生，啊，授给众生，让众生闻法得悟解，闻法得解脱，闻法得脱离苦海，嗯，说叫法云地呀，啊。法云地专行法自在，嗯，他能圆满一切的三乘菩萨，都成菩萨吧，嗯，在此处都成三宝，就是三乘法，声闻独觉，对，菩萨成，啊，于法界中，在法界之内啊。所有的问难无能取者，就是释菩萨十地满之后于法自在，
他法人的于法自在，于法自在能把法能够自在的利益众生，摄受给众生，传授给众生。所有在法上的解决不了的问题，菩萨都能解决，都能解决。布施耐于力行同事，这叫施舍法，也是四松法，舍受众生。入世一切所做的业，不离念佛，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自字。念佛就念佛立生的事业，念佛的智慧。佛作思念，我当与一切众生为首为圣。那因为你教化一切众生，必得超越众生，做众生之首，在众生之中是最殊胜的。与念穷，这个咱们前头讲了啊，这一作业了，一思念了，得时不可说，不可说，百千亿诺有托，佛刹为时入三昧，一念得到不可说那么多三昧，还能够呢四现。而所为神入的菩萨以为眷属，每一个菩萨说法的周围的眷属无量，十地的菩萨更加无量，他能有那么多眷属围绕他，围绕他显殊胜，就是要以菩萨的殊胜的愿力，这是菩萨过去生殊胜愿力得到圆满了，咱在石灰像啊发的愿力都是成佛愿力，十地菩萨对的石灰像，九地菩萨对的第九回向，十回向就表示十地的，十回向是因，十地是果。大家回向，十回向，那个愿力多大，十地菩萨都圆满成就了。咱们的愿力，咱每人都发愿，每天拜三干什么念经都在发愿，没入位啊，还没入回向位，回向一向一向一向，那个发的愿都成佛的愿，完了到十地，一地一地，十地对着十相，十相对着十行，出行就是出回向，出住就是出行，这三贤位就是十地位，进入十地位，说这个是呼声的愿力啊，得说到前头，这一段不再说了，是成就了，果上成就了，自在四现，无挂无奈，自在在，这时候。真正的证得了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所以他能四现自在了，一切无障碍，乃至这个数字还不能限制，还超过这个数字，所谓的就是前头所说的要修行，要庄严，要信解，要所作，要身，要语，要光明，要住根，要神变，要音声，要行处，乃至百千亿诺由陀劫，不能数之。菩萨的通，咱们前头讲六通，这叫十通，十通，所有十通的神力，十地菩萨都完成了。那再往后呢，那就是佛的神力了，
不是实地了。那是，那还要进修啊，还没登佛位之前，还要一直都要进修啊，一直要进修。这底下，清莲国师把它分了，分这个十地有三种的层次啊，三层次。一个是呢，修是修地，兄弟，说因前果后显之。因之前果之后来显现菩萨的实地的修行，怎么讲呢，就是从最初地辗转修行，辗转正德，至到法云地，前九地，乃至再说从十住十行十回向一字九地，都是因，都是因。到了十地是显现的是果，成就此十地，都是随着前头的分位，一份一位，一份未修。但是，那么十地再起修，达到佛字，最后成就佛果。就是从修地到成地，成就实地。再从实地再进入法地，法地啊，法性的法地啊，那么就是佛的治法，到了法地从此先进修，达到佛的治法。其实前头从初地到十地修的都是佛的自法，就是果上的十地之法，逐渐的无障碍，最后呢达到佛的十地，达到时候十地达到佛地无所障碍，就是修显分别。修显分别，说十地菩萨所证得的智慧与佛的佛字是不是两个呀？不是两个，是一个，是一个非一，因为十地菩萨还不是佛，那么那就是有异了，不同了，非异，非一非异，是没差别的差别。但是呢，他的宗旨，他的趋向，是同，是不同，是一呀、啊，是异呀、啊，是不同，实地是实地，不是佛。那到最后是同，死异，开始时候还有差别，最后。无差别，无差别。那这里头啊，清莲国师比喻很多啊，我们不讲他了。有时候他的比喻很深，讲要把他说清楚，有很多时间，很多时间。华严书钞里大家看，有很多你要把清莲国师的解释啊。你要在正文上看呢，你很懂，好像明白了哈，但是一看书抄不明白了，他说太广了，太广了，广了咱们钻进去出不来了，钻进去出不来了，人解释不通啊，不知道这路怎么走，他眼睛非常广他就取那个别的经，别的经论最深的他引证来了，那对咱们这智慧啊
没办法解了，像解身没经啊，啊，比起斯的论呐、啊，大自度论呐、啊，涉及非常广，非常广，那也是对机吧，对哪一类机的人，能够进入哪一类的法，嗯、嗯，佛菩萨佛子。念一遍就是了。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十地形象次第现前。十地菩萨就是地地修行，从初地到十地，地地的形象次第现前。能取一日一切自责，这就是法啊。下的是比喻。譬如阿耨达慈，诸四大河，其河流注，片言菩提，即无尽界，福更增长，乃至入海，令其满足。佛子，菩萨一耳，从菩提心，流入善根大愿之髓，以示色法，充满众生。无有穷尽，福更增长，乃至入一切自海，令其充满。今天呢，今天就念到这儿吧，下回再解释啊。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智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寿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因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马中插中的，真是他上的事儿开人了，对我说的，酒吧，上说这上这马中插中的，花中院里的在那在，夜晚这个可能，看我的酒啥酒。啥子没听听那么多的，因为杭州查州那好像是那听过一说，那个真的真的，我说就不要去他们去，干地的这里，中国就把他们去接到了银子，但我这这干地的，这里把子这里，啥子嘛他们就套路干地，套得到了这里还好了，杭州查州那好像干起不的说，上当受干的啊，这里这了。我的样子是啥家也有的啥家这个的六马一孙子六个啥家的别过来这里啥家喜欢的呢老爸的了怎么就什么就有的什么就得搞一个大理的呢然后绿的了南生的了你们哪有的这上中村的人呢家伙人啊就都有的十里的人就往哪有的这啥族村的人大人民的勇敢的就走的拿了绿的人家也用过让你的有的是人家也用让你的是十人就往哪有的完了这里的人因为这些拿出来民众这民他记得的拿出来的话就往哪有的完了这里啥族没让我就往这里送给有的是这农村的这里是绿的啥级啥级一些的你们家的每年这里一些干了劲儿家人干了劲儿或者怎么慢慢的话这个他们啥级人家送是这里的绿的人家也用个蓝皮你就见过他们去这不管因素的这里人家蓝皮有个蓝皮这把刀插的有人送这里了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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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去当不一里马着把人这毕竟这玩意就麻子这就这玩意就我刚才的了大地的基本扩完了一个照片的那个就麻烦了吹呢吹了到了照片的三周前了这里大部分看过他应该这他们去让一个照片的这到了这里是到马大把他们去大马大一生了这是马大把拿了的穿上的一列大把的这是马大把他们去他把这就是去就是这就够用了让你是吧这是这里啥家他这里生不啥出生六个啥家哪个哪这里啥几个干这里啥子的给你哪等人呢这里另外也是这个这里这里对了到中国人这里那他们就会有人到中国人感染就会那个啥不到说到了啥出生过有人这你能说过有人在一起不到的三级他们这个马跟你把他三十三跟你把有的是去年就到的一人马着吧他在国内的街上就落了几马的位定睛就完就完了定睛就完了他当地的今天可怕的一瓶到的他把三级搞他去看不拉手吧这个有的这他们这多少经济呢三级各省的老子他们这三个有的是对告诉我们这里多少人都在这个都控制有的大的马达你们娘子有的是大的马达娘子有把这里让个社会下个理解的这里马达把他把他把他过程就有的是这是呢这里他把我他这里在他们随着拉去把这这里让吃吧老人的这里咱们一直就到把这下层这里在他们让你们怎么吃的呢马达把老人的把你这里他把你们别人心中的事情都做不差的这块就是那个啥叫做别的马大本身上马上去的你看做啥做啥等你提了头发这里我们说不完说的说完的嘛说不完说的很这些一些这叫马这次当我都忘记了这马这个大的到了马这个同样的可以的我上级身体你同样的你一样同样的同样的搞的他第一件就玩的话说这什么电力他不行搞的哪几年就玩的差的有的这要楼楼的玩一遍他提了看了马大把他们也他玩的那么说话他说的
把又不说么看别的的，人家也用电话接呢，人家也用电话来送的，那就他们就直接来了这里，说不定在他们南口看什么，南口看下差不多这里压起锅子，那马沙瓦达他那，那马沙瓦达他那他人家也用电话接了这里，把又不说么看别。沙瓦塔卡二个的沙帕雷拉，一忙嘎嘎拉看说话，等着把这这，差点出不了地，等着手机，东莞人家东莞人安里是哪里的？干了东莞人的话，这这样的话，人家把这这个送过来，这这出不了地，他就哪怕看完，哪怕啥就不能干了，一日出不了地，一日这出不了地，哪怕人家送上人家我这。别人吃饭了说让你的有个药的别人说他那就是做那样碰当我的剧当我的把那个拿着药的对我说你拿着我的但是我是杀老鼠鬼们剧当我的吃老鼠鬼的吃了没有鬼别人这倒是差的这哪怕他就把那个让你吃的药把这里把一把洗的对对，打不杀他们让你吃的有嘞，马大不生气，一定要把他们了。吃的有将拿到一个七八个，他忙呢，这里啥土人没有？哦，没上出国，吃不了松，可拉扛就呢。哦，他前面在啥阿的让你啥出国，别提到，你利用这里好多银行，你利用这里打打击你打的银行这个嘞，这这里得到实际了，这里没了。我到了六七级，他这里他到我那这里到过了，三级他这里让你，你把那把七八的给掐的要来，你把要不叫我们看呗，这种他这哪怕三级把那掐的要来，这里得了，阿弥陀阿弥陀，跟着你哈那哈那红牌的了，这啥时候等多年的红军要送的就巴适，别人不知道我也有问题，得看一点了，谁也有别人，那多年的红军送的就巴适。第三那个地里，这个药剂他们就烧这个干了，那就叫做什么？阿弥陀阿弥陀，供着嘞哈那哈那红牌，这烧这个干了，匆匆的行不了嘞，别那哦，烧这个嘞这个干了的，行不了，这他们烧这个也到了这里，马个那马个我马那就这吃的嘞，药剂他们那就叫做什么？就是对这干些了嘞。马多不是这层面，你们把对的在农业这个要的是，你们把这别那个上出什么当地的一批个那个节子，你们把种子拍死这个老人家种了，你把出手就把那说，上把他你这个种这个要的，在那这里在他这，啊，马大把他们就打过来这里哦，这里偷了过来，阿边打过来的哈那要的他们，这就叫做对的呢。这里他这有个问题的了，那他的出版的多，这童话的、儿歌的、鸟啊，咱们这可是就是啥种生节的嘞？啥种生节到哪里去打工用的？啥种生节的节用的？这个那是叫做什么钱？我讲个啦，安排的、安排的，跟着嘞，哈那哈那红白，有几套的，那是叫做什么钱？等你老马沙瓦达他那个的阿瓦罗那个的，我们上巴拉上巴拉好的了。到大吉一定要把他们了，这里都做个错吧，我们西巴拉的人这里都用啊，改过改，开始写下来，开始查看过，开始识别过，在那里，银行机他们过来，有的他们罗子就沙巴达他们就是刚看过了的。哦，卡松马松罗朱加上卡里古那，这东西叫做的，这东西叫些有老实老实，有些他就罗出去三八堂他妈就，我打三八堂他那样，但是你这些东西马这个头壳买的，我们家那阿瓦罗个的那马上面打沙巴人那里边什么哇什么呀妈妈的都是，上大家做那里好的。别的地方，让今年子找我的，啥人啊？今年子也他妈上这游戏，这个他妈还玩啥游戏嘛？这看你，前面一个老板，中行他妈就是啥错啥？对了，我
这种什么人说啥没想不过那这种我的这可能可能这个人的讲说啥说啥没人的老子当时农村的旁边最晚没把头发就做呀要么就刚才上了啥这种这个说这里那么啥没咋别咋拿咋一说的咋没咋的嘛什么要说呢这里长嘛的大地俺家肯定他们写的哦那可能这不在啥就在那里偷进去咋的长嘛高他不把人过去了罗让他的那个王子的玩具我就考虑家里那么啥没咋不知道哪咋一说的咋没咋的什么呀说话罗让他的那个王子的玩具哦这倒是可以倒是哦，这到那么那个什么到达达，说说个雷米比一批个逻辑，啥意思嘛那些？我那手机的苹果，对面嘛两只都没，这个上这个我来是，这个第一就不到的，就是个啥意思？就是我们不明白，说那么老多，啥就没吃饭的哩，哪怕他想把要来是，第一就不到要来是，老不是承认吃多只光鸡当起来。或者龙舟机而是这一起我觉得去年就到那里哦一里或者老人身上里面的一里你要买的或者那里或者他们三级三级的里让一里嘎达是这里出版要的让一让这让你这些让出版的呢出版出的机用没老舟做的呢让跟他们了让老舟把这里大一你要买的大部你不一要买的别人都不去不这个都不去不这个养肝没多忙不用都不这个哦养肝你有的就是另外几个人的人一直就把那个吃了一直没事这个人拿完了老酒把那些但是一直没把老酒呀有的这些去把什么手机没叫我这东西那么让的老酒把去年就到的夜里一马这边夜里一马这边这里一直把的老酒的我就老个吃不消了，三个月嘞，这吃饭也不好，光嘞，对的，你的没办法来下，对，肉汤都是啥的，你的是三年，你的是三年，对，你是没本事接的嘞，对，这当怎么谈来的啦？逻辑怎么的嘞？哦，你要买去，现在这就不可能，三级生意你要买去，你没办法接了，对，怎么逻辑？逻辑怎么的？啊，怕没过去了。确实经贸都要买去，呀，哦，确实经贸也多钱不用的，咱别在那些，对吧？逻辑，确实经贸都要买去，逻辑他妈，哦，也多那块儿挣到钱吧？干啥干要的？别多的那个是出家呀，说说哪里经贸大的了，说吧，他就他妈确实的，他妈要的去，有了，对吧？逻辑，逻辑他妈这也不好搞过来，这样搞这可以，去年就到的，一人那一万整。马上把上他的地来，那个上不到大堂，上出身。这一直不是到到上级通知个地里，不做个菜面个啥话的，你这去年就到这了，东大门门一马着吧，上级身体一马着吧，这个这一直不是到去年就到了，当跑官那了去办，让一个找过去，跑官那了去办上身体那了，偏偏是东大干大上班，我这大他这这里。你得看得嘛嘞嘛，托管嘛就只有他们拿不了那些，哦，拿不了那些，对不对？拿着啥着，还得干起我的东西，不要我嘞。这些什么的，这些女的这些外钱钱少，他拿着啥着东西的，他干什么？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